今日主咁啊，见到大家都你哋见唔到我啊，因为你哋见到我系我见唔到你哋。咁你哋喺网度咧可以见到我，但系我都系第一次用咁嘅方法。但系知道咧，真系最近咧香港好多事发生啊，咁啊呢个疫情咧亦都一直咁困扰着我哋，好容易令人咧有沮丧，系咪？所以咧，我喺屋企裏邊咧，都發覺自己開始有啲抑鬱嘅，嚇。咁喺屋企冇嘢做嘅時候，咁我諗下做啲乜嘢，令自己能夠即係做啲乜嘢，令自己有啲嘅成功感咧。於是乎咧，我就裝修下間屋，油油咁啊，從天花腳線啊，所有都油過曬，哇！然之後咧就好有滿足感啦，係咪？同埋執下啲嘢，所以咧，其實弟兄姊妹，我哋都需要，即係有時咧，我哋要做一啲嘢，唔能夠坐喺度嘅。你坐得越多咧，你又越諗得越多咧，你就越抑鬱越多咧，你就生出病嚟嘅，係咪？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揾啲嘢做下。咁啊，最近咧個疫情咧，初時我哋以為好快脆搞掂嘅，諗住我哋可以用短時間或者唔係。應該中時間咧，我哋就可以上到廣州噶啦。但係點不知一直拖，到而家我哋都冇辦法上到去。咁啊，唯有用 Zoom 嚟大家一齊聚會啦。嚇，用 Zoom 呢個聚會到禮拜日嘅時候，大家都好興奮喎，一齊嚟走嚟 Zoom 啊，嚇又開心嚇。咁我發覺依個都係不失為，即係喺咁嘅情況下邊咧，係一件即係幾理想嘅做法嘅。咁啊，廣州咧嘅教會咧都傳嚟有好多嘅好嘅信息嘅，啊，包括我哋有兩個姊妹，佢哋已經生咗 BB， 都有幾個月大啦，嚇，非常之健康。咁啊，仲有一位姊妹，佢啊都打算喺未來依兩三日裏邊咧就會生 BB 嘅啦。我哋都期望咧，佢能夠咧，即係俾我一個好大嘅喜訊嚇。其實依種嘅自然嘅增長法，呢個叫自然增長法，就唔需要咩三福四律嘅，又唔需要咩嘢嗰啲咩教會增長法，都搞得掂嘅。所以咧，同時咧，我哋小組咧好興旺嚇，見到好多人咧好開心。小組裏面的聚會雖然人數不是增長得很多，但是我發覺我們的小組越來越堅固。作為一個牧者不在他們身邊，但見到弟兄姊妹這麼開心，我心裏面都很大安慰。見到他們的信心，見到他們的盼望，見到他們的愛心都有增長，你說是不是真的一件很大的安慰呢？所以今天我們用从信当中而生出来的盼望，咁啊，保罗咧曾经喺有一次旅途嘅时候咧，就去到雅典，咁啊俾人捉咗去一个地方里边讲篇道。咁啊讲道嘅时候咧，保罗咧就讲咗呢篇道啦。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Amen。在提摩太前，在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被人捉了去，他对着一班外邦人去讲道，他就说，讲到其中一句，这句只是成为了一段格言，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他。记住保罗对那些未信主的人说，当然整个世界都握在都在神的手里面，整个世界都是神所看管着，所以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这句说话都对的，更何况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一生里面呢都是以神为本的，是不是？我们相信只有一位造物主，主宰着一切，更加相信咧，佢将佢自己嘅独生儿子赐咗俾我哋，钉死咗喺十字架，并且第三日
就復活了。但是知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那神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困境呢？明不明白我们很无奈呢？知不知道现在香港在疫情的当中呢？我相信神一定知道，因为一切都在他手里面嘛，是吧？所以我相信一样，我们不要自乱阵脚、啊、真的。我们要记得，兵来就将挡，将来就耶稣去挡。我这么说不是乱说的，圣经里面有例子给我们知道的。当约书亚去耶利哥城的时候，去耶利哥的路途上的时候，他撞到一个高大威猛，好靓仔，唔系唔知系靓唔靓仔咯，好高大、好威猛嘅人。当时佢就话：究竟你系帮佢哋嗰边啦，因为帮我哋呢边噶。当时呢个人点讲呢？呢个人就话：我又唔帮你，我又唔帮佢，因为我系万军耶和华嘅元帅，应该系话你应该站喺我嗰边。你知唔知道？今日好多事。我们都希望神啊，你站在我这边呢。我们祈祷的时候都祈祷神啊，你帮助我呢。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主观意愿放在神那里，希望神呢按照我们主观来做事。但我告诉你，不是的。神呢告诉你，他说我是万军的耶和华，我是万军的元帅，有什么事你站在我这边，我来帮你挡。哇，原来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在香港的情况，究竟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身边呢？或者站在神的那边呢？我不理你是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我们不可以坚持自己所做的事。究竟神啊，你怎样想的？你怎样做的才是真的，才是真的。所以今天我劝大家，当我们在这样混乱的当中，当我们在香港的情况里面，我们晓得神啊，究竟你站在哪边的？我不要人，我不要人家站在我那边，我要站在神那边，这个才是真的。年轻的时候，我读到一个诗人他写的诗、这个诗人呢就不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个诗，这个诗人不记得是谁了。他就说，我们的热诚，我们的经验，两样东西不可能同时间，很困难的同时间会拥有的。现在年纪渐长的时候，我就发觉，哇，真是的，好像真是的一样，我们不可能同时间拥有的。其实是不是呢？因为当我们知道人的成长，人的成长都是神将一些经验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吧？神会将一些经验放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热诚就慢慢就消退了，就好像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一样。有信心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盼望的，等到盼望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心的信心呢就慢慢冷却了下来。记得以前起教回教会的时候，刚刚信耶稣，是吧？当时教会也是在一个初期的时候，初代的时候，周围我们周围搬的，因为偏到平租我们就租哪里。当时巴牧师是带着一班的弟兄姊妹去租，哇，我们专是租呢那些有二楼、三楼那些有平台，即是所谓的那些叫什么，那些叫有天井位的地方。为什么有天井位啊？因为你租1000尺，可能天井都已经2000尺，那么加上有3000尺。我们见到墙啊，什么叫墙啊？见墙就拆墙，见柱就拆柱。当时啊，为了要让教会多啲嘅地方，我当时好热诚，大家好中意翻教会，一个礼拜七日都喺教会嘅里边。哇！我哋见到墙就拆墙，见到柱就拆柱。当时我唔知道，当时我带头啊，一路拆一路拆。今日
回头睇嘅时候，开始飙冷汗。有时咧，我会经过一啲旧教会嘅地方嘅时候，会睇一睇，哎呀，嗰层楼仲喺唔喺度咧？我希望佢唔好冧啦。有时我哋嘅信心大到以为一支香鸡都可以顶得起一层楼，只要有信心、有祷告就得噶啦。但系系咪咁咧？你知道吗？当时我哋喺教会嘅时候，真系好大嘅信心噶喎。我哋知道啦，斗木、油漆啊，即系木工啊、油漆啊、电工啊，我哋都系自己做翻嘅。木工唔好讲啦，当时胡康伟佢本来就系泥水佬嚟嘅，佢都要帮手吓做斗木嘅嘢吓。油漆唔使讲啦，好似我咁啊，周围帮手油吓。咁啊，电工点样咧？话叫个师傅嚟，冇一个人识电嘅。当时边个识电嘅啫？咁啊，一个电工。个师傅又好好嘅，佢同我哋都好熟嘅，佢好佩服我哋啊。咁啊，佢嚟到嘅时候咧，就专系做，佢先帮我哋做咗个大掣，即系个总掣。之后佢就走噶啦。跟住咧，我哋咧就喺个总掣之外咧，一路咁样拉线、拉线、拉线，喺天花度拉拉拉，拉咗好多线。咁样做完晒之后咧，就叫个师傅嚟啦。个师傅又帮我哋将条线咧粘翻落个大掣度。即係整翻落個大制度，跟住簽張紙就話俾我聽，成功啦！原來係咁嘅嚇，我哋咁樣用本來冇問題嘅，點不知有一次有個師傅要嚟檢查，唔知咩事忽嚟檢查，佢又上去擒上天花度一度，度到眼鋼管竟然有電嘅喎，即係鋼管殼啊，竟然有電啊！當時個師傅就嚇咗一跳啦，但係我哋話冇乜問題啊，呢啲都係啲業餘嘅人做嘅嘛。我哋信心，因为冇人会擒上去摸天花噶嘛，冇人会擒上去摸肯钢管噶嘛，所以我哋亦都唔会理佢。如是者，我哋就咁样浑浑噩噩就过咗嚟呢度。当然啦，今日喺呢度，我哋冇可能做到，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咩都讲规矩，所以咩都讲规矩，咩都要一定要照足嚟做。啊，多少啲地方想话用多少少地方唔得。最近咧，我見到教會裝修非常好啊！裝修嚇、啊，當時我哋就諗下，我點樣可以裝修兩層，點樣可以三層？你知咧，坐得人多，即係代表教會興旺啊嘛！所以我哋一路揾都冇。其實我哋咁樣做法當然係唔啱，即係今日以今日嘅角度去睇就唔啱嘅。但係我哋呢種精神一定要有，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熱誠嘅精神。就是我们的信心的精神，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热诚，我告诉你，你教会做怎样做都没用。我一定要有这种热诚，一个精神，一定要有个信心。有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热诚和经验，经验只不过是我们将我们的热诚变得更老练。明白我的意思啊？经验就是我们将热诚做得更老练，就是成为我们的经验了。将热诚做得更老练，就是我们的经验了。同样，我们的盼望只不过是将我们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盼望，这个才是我们最主要记住的。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節，他們怎麼說呢？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没错了，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其实这节经文很重要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怎么读，因为他说我们既然因着信称义，我们就在基督的恩典的当中。其实这个信和我们的信心是有些分别的。你初信耶稣的时候，我哋嘅信心只系啲咁多啫嘛，啊，弟兄，啊，你信唔信耶稣啊？你信唔信佢系神嘅儿子啊？你信唔信佢系从死里边复活啊？
吓，你信嘅话，跟我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啦。当时我哋只系信心一啲咁多，并唔系我哋所讲嘅大嘅信心，并唔系有死人复活，并唔系话移山倒海嘅信心。我哋只系从一个好小嘅信心，甚至乎有时我哋即系但信耶稣嘅时候，我哋都嘿求其啦，佢肯作一个决志祷告先啦，系咪？我哋以为乜嘢？呢个信心系咩？系因为因信称义，因为一点点嘅信心，我哋被称为义啊！我哋唔系需要一个好大嘅信心被称为义，我哋唔系因为好大嘅信心能够叫死人复活嘅信心被称为义，我哋因为我哋信耶稣嗰一点点嘅信心被称为义啊！你知道吗？当我哋咁样初初嘅时候嘅信心。这个一点点的信心就好像耶稣说他会将一个粒芥菜种，你知道有芥菜种这么小这么小的信心的时候，放在土地里面，他会长出很巨大的树。今天的芥菜种不是我吃的芥菜，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芥菜种有多大粒，我就有，我现在都不知道夹了在哪本圣经里面，一粒好细到芝麻，比芝麻仲要细嘅一粒咁嘅种子，哇！真系你睇佢嘅时候，哇！咁嘅种子点可以长出嚟咧？佢哋嘅芥菜系用乔木嚟嘅，一个乔木咁样。所以耶稣就话：只要你嘅信心就好似一粒小小嘅芥菜种栽喺地里边，有一日佢就会成为鸟啊！都来做窝，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小很小。你不要说我们的信心要很大，没人说你要叫死人复活，这样的信心你才可以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似信非信，但今天我告诉你，就是从一点点的信心开始。这节经文就说我们从一点点的信心，因着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了。原来与神和好就是因为一点点的信心，又藉着他因信得以进入他所站的这个恩典的里面。但我们更加需要欢欢喜喜，为什么？欢欢喜盼望着神的来临，欢欢喜喜在患难中都要欢欢喜盼望着神的来临，在哪一度都要欢欢喜盼望神的来临。但是很多时候盼望真的会令人失望，如果我们盼望得不对，真的会令人失望。在经文里面，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为什么会引用哈拿？在逆境当中，人有女人而已，我有女人，人年轻我都年轻，为什么他有仔生我没有仔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运作我们不知道。哇，为什么我又在这间公司打工，你又在这间公司打工，我又这么搏命，你又这么搏命，为什么升你不升我呢？我怎么知道？很多事情发生我们都不知道，就好像哈拿一样。哇，他没有仔生，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没有仔生的，都一样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所见的一切都是一样的。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各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哈拿一路等一路等，等到我最后最后的时候，他只是讲一句说话，他说：主啊，求你求你怜悯眷顾下你这个婢女，赐我一个儿子呢。人家可以生仔，为什么我没有仔生？记得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姊妹，她又年轻又漂亮，
結了婚，生仔，一路生不到，到真的 有 BB 的時候，哇，好開心。再等多幾個月，個 BB 竟然不出世，竟然死了。哇！當時他們問我，他為什麼？當時我說，不要緊，有信心，有信心啊，找新牧師來為他祈禱各方面。怎麼知道一年過去，兩年過去都沒有，都見不到他有再有懷孕的跡象。有一次他們問我，他說，哎呀，是不是神的懲罰啊？是不是什麼？我說不是啊，我不敢再用信心去跟他說，有些盼望啊，有些希望啊。感謝主，他終於真的從一個盼望的當中真的有了 BB， 而且 BB 出了世，很健康很漂亮。但是這樣，是不是每件事都這麼好結果的？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裡面，在當地當時候有很多的偉人，是不是有很多的偉人？有摩西，有亞伯拉罕，有亞伯，所有的偉大的人都在那裡，是不是？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節，他為什麼這麼多的偉人全部都是有信心的偉人？但他怎么说？他说再讲下去已经太多了。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啦、巴拉啦、参孙啦、耶弗利啦、大卫啦，甚至撒母耳啦、众先知啦，不够时间啊！他们都是因为信制服了仇敌，行了公义，得到应许，堵住了那个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攻势，脱离了刀剑 的锋刃，变软弱变为刚强。哇，紧要了！真战的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怎样啊？有妇人甚至得到自己要叫人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刑罚，又有人呢是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美好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算了，被刀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毛，披着这个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困倦、患难、苦害，在旷野、在山岭、在山洞、在地穴里面漂流无定。你知道，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好有信心，真的好有信心。我们读他的故事的时候都觉得这个非常之有信心。但是怎样？这些人都是因为都是因着信得到美好的证据。十一章三十九节，他因着信得到美好，好证明啊，证明到他是好有信心、好伟大、好叻的人。但仍然点啊？仍未得着所应许。弟兄姊妹，在逆境当中，我哋仍未得着所应许。通常一定是逆境的嘛，是吧？哇，得着所有，但都得不到应许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时神不一定会答应你的嘛，有时神不一定要跟你说你说的就去做的嘛。神他是有自己主权的。你要知道哪一个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啊？不是你啊，是耶稣啊。所以有一句话，不用害怕，耶稣在客厅。意思就是说耶稣去掌管着一切。当时他们得不到这个应许，所以最后的祷告
哈拿最后的祷告只不过很谦卑，很谦卑，很寻求，去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过了很多年，我祈祷有祈过，我做过世所有的事，人有女人，我有女人，人有人的年轻貌美，年轻我有年轻，为什么人家有仔我没有呢？我唔该你求你赐一个儿子俾呢个卑微嘅仆人。有时候我哋喺苦难嘅当中，真系只能够咁样祷告。正如头先我讲嗰个姊妹一样，点啊？牧师好大好伟大啊！我为佢祈祷啊！哇！明年今日你生一个 B B 啊，几年都冇发生啊！你怎敢啊？你说只能跟他说，姊妹，有盼望啦。不是我们的信心消失，而是我们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盼望告诉我们，神，如果我站在神那边，神一定会为你做事。Amen？ 神一定会为你做事。但有时在顺境的当中，我们会不会啊？我们都会一样需要有一个盼望的。现在读吧。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没错了，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同样的一班人，有时顺境逆境是看你心的。我们 很多时候不是客观的事实告诉你顺境逆境，凡是逆你者、叫做什么，叫做非你所愿，不是逆境咯，順你所願的不是順境咯，是吧？有些人喜歡戒酒啊、戒性的嘛，他覺得很樂趣的，你說他逆境，他不知道多順境啊，是吧、所以順境逆境很多時候是看你的心態，並不是 看那個實際的情況。但是當然在希伯來書這班人，同樣是這班人，他們經歷過所有的苦難，但我们看的经文的时候，到最后他们 都是好的，是不是、做这个监等监仓的变成宰相，是不是、好像约瑟这样，他个个都是好的。阿伯拉罕、漂泊的时候，现在成为了一个族长，是不是？所有的人他们都在顺境的当中，一切的事情都如他所愿了。但我告诉你们，在十一章他们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一代两代存着信心，有信心的了。弟兄姊妹，我想说你有没有信心？当然有，但是信心之后是什么？你的盼望呢？这些人存着信心死，因为为什么？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等着什么？他是等着一个天上更好的家乡。希伯来书一班人，他是等着，他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见的、所做的，只不过是客旅。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苦恼在哪里来？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地上所有一切是你的，那你就烦咯，你就苦咯。你觉得地上所有一切是你的，哇，有屋有楼，好像诗篇二十篇，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下一句是什么？但没有人，但我要提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你有人靠，不是真的靠，有人讲车，有人讲马，就等于我们一样，有人讲楼，有人讲股票，哇，讲到眉飞色舞。
原来我们不是、啊、我们你知道他说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仍然得不到所应许的，就等于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今天地上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但你仍然揸住他，攞住他，哇，赶楼赶车，我告诉你，今年不用多久真的楼会跌的了，都没人做，没人上班，没人剩，谁去供楼啊？香港的情况一定越来越糟糕的，你说吧，你靠吧，我们完全不得好靠。原来我们一直讲的东西，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就等于刚才我所读的，我们的动作，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哪位啊？就是在乎耶和华。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就好像一班人一样，仍然存着信心死，却是从远处望见，仲一欢喜迎接，承认我是世界上只不过是客旅。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如果你没有这个睇见，你很难挨下去，真的很难挨下去。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客旅？你会觉得而今天你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如果是的话，你挨得到，就算香港怎样变，这个世界怎样变，你挨得到，因为你望的，你所盼望的是天上为你存留的这个福分，为你存留的家。耶稣会说，如果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是没有的话，早就告诉你，就是因为有嘛。有时我们所说的落叶归根，中国人很喜欢，很喜欢，或者很讲落叶归根。哇，如果有一天我百年归老，我都要回去番禺啊，回去番禺死了。你的年纪大，现在开始想一下这件事。靠你想啊，其实我的家乡是不是番禺呢？我的家乡是不是福建呢？我的家乡是不是美国呢？因为我的家乡在哪里啊？落叶归根，因为是等着天上所给我们的福气。我们的存留，记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Amen？ 都在乎他。阿利路亚。弟兄姊妹，明白吗？都在乎他。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章里面是最好讲到有一个有十个童女，是讲到她迎接新郎来。我们都知道耶稣回来的时候她要迎接辛苦嘛，所以十个童女就是去迎接这个新郎回来，就是我们教会去迎接新郎回来的时候。我们等这经文读一读，去看什么。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怎样分别愚拙？怎样分别聪明？是你漂亮一点吗？聪明一点吗？是 IQ 高一点吗？读书厉害一点吗？神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分别的。如果用这个方法去分别，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标准，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标准。去分别愚拙和聪明，是分别说你有没有预备，有没有预备好。五个聪明的他有预备，五个愚拙的他没有预备。聪明和愚拙的分别就在这一点里面分出来。没有预备的，等到新郎来的时候，他们才说，哎呀死了，在哪里啊？我的油呢？我又没有油了，我要走了，我要怎么办啊？
聪明的就是，哎呀，新郎来了，我预备好了。预备是什么先？什么是膏油先？膏油就是圣灵的恩膏恩赐。真的，弟兄姊妹，圣灵的恩膏恩赐。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在末后的时候，很多人去等，去预备主的礼。有些人呢就搬去耶路撒冷住，因为早些耶稣回来的时候立刻可以见到他嘛。有些人变卖所有，所有的家产全部变卖了，匿埋在屋里面，匿埋在山里面。有些人呢就将家里冚烂等晒啲嘢等喺度唔用。是不是这样预备呢？当我们预备主再来的时候，预备主再降临的时候，我们是怎样预备呢？他说什么？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又怎么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器皿的里面。弟兄姊妹，器皿的里面，保罗曾经用讲过俾我哋听，呢、这个器皿系代表着乜嘢啊？呢、这个器皿就代表着我哋啊！我哋就系神嘅器皿啊！喺保罗喺罗马书第九章里边讲到，哇！佢话讲到一个陶像，佢做嗰啲咁嘅沙煲冷餐嘅时候，做嗰啲器皿嘅时候，佢揾啲泥巴嚟做咗出嚟唔靓喎，唔好喎，劈咗佢。再找過一些泥來做得不得呢？當然得啦，他是陶像啊，他有權主宰一切的嘛。不過他說不是啊，我們的神不是這樣的。我們的神說我找泥巴去做得不好啊，不好看，不好吃。他怎樣啊？ 他會用回同樣的這些泥巴這劈泥再一次去做第二次啊，唔靓喎！第三次，其实弟兄姊妹，我哋系烂泥嚟嘅啫，即系烂泥都扶唔上病，系咪？扶唔上壁啊！但系神冇放弃过我哋，神冇放弃过你，同隔篱嗰讲啊，同自己讲，神冇放弃过我。原来我哋要预备嘅就系预备嗰啲。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赐，原来我们趁即现在等着，现在还有时间，耶稣还没回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预备好我们的身体，预备到我们的恩赐去服侍，这个才是预备耶稣回来的态度，是吗？所以在下一段里面，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时，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Hallelujah！ 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再一次，他是有贵重的，大户的人家有贵重的，亦都有卑贱嘅，有专系做爱嚟做好嘅嘢，有专系做嚟唔好嘅。咁我想问啦，咩嘢叫贵重先？系咪？咩叫贵重先？揾啲泥巴做嘅个烂鬼沙煲冷餐就唔系贵重嘅咩？一定要金银先做咩？其实嗰种嘢系唔系贵重嘅？系睇咩啊？系睇你做啲乜嘢？并不是看那个本身啊！他说这里啊，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就脱离卑贱的事。原来我们最主要是看你做些什么。贵重的器皿是要做贵重的事，即是好的器皿要做好的事。你做好的事，你就是好的器皿，是不是这样说？你不是啊，做好啊，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即后来等在这里给人看的。我们不是说要做一个好贵重的器皿，放在这里给人观看的。我们的贵重器皿是要做贵重的事。但什么叫贵重的事呢？什么叫重要的事呢？什么叫做我们今世里面最重要的事呢？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一天就过，两天就过，但神说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最重要，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 问大家，我们赚钱，我们都客旅来的嘛，我们去买楼，你间屋根本不在这里，你间屋在天上的。我们去买车，第时不用车的嘛，是吧？我们做些什么是贵重的事？原来贵重的事就是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唯有传福音，唯有叫人信耶稣，唯有将果子记录在天上，这个时候是你的最贵重的事。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花时间，用我们的时间放在一些以为很重要的事里面。当然我不是叫大家 不赚钱，赚多些钱奉献给教会都是好的，但那不是你最重要的，那只不过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今天就是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明白吗？所以你要作贵重嘛，你要脱离卑贱嘛，你要觉得自己有价值嘛，有重视嘛。我告诉你，不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你做到 CEO 也好，做到什么都好，在神的眼中你做他的工作。 Amen， 你要做他的工作。 Hallelujah。 记得有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呢去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在橄榄山，远远的橄榄山望着耶路撒冷，就见到这道门，见到这个金门。可能历史上有些原因它被关了，其实它是主后五百多年才起的，但是有些原因，有些历史的原因，它关闭了，没人可以进去，没人可以出来。甚至有些人说、耶稣回来呢他怕住，所以呢在外面那里起了坟墓，因为他说觉得犹太人说祭司不可以经过尸体嘛。于是乎很多人，当时我望着这个门，真的有些感慨，真的觉得耶稣说，不是耶稣说，是有人会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会降临在橄榄山，从这道门经过进入到去耶路撒冷的里面，是吧？我们都是这样说，都是这样想。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告诉你，这个门呢就好像基督教的一个图腾，知不知道什么叫图腾？图腾就是说一古老的人去找一个标志去代表一些事实，一个标志。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门就好像我们基督教里面所代表耶稣基督回来的一个图腾。有时你望着他的时候，你要觉得哇，真的耶稣有一天会回来的。其实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情，当一件事件发生，如果不要说一二百年或者一千二千年，一二百年没有人再提或者没有人再讲它的时候，这件事慢慢就人就会忘记了，不知道是什么的了，是吧？就好像这个门，哇，讲了二千年都未回来，是吧？早就已经，如果根据历史学家说，早就已经有人忘记了，我全部忘记了耶稣是谁，是吧？
但是告诉你，这个门就是因为有些人去做一些事，有些人 去努力去做一些事，而令到这道门存在呢是有价值。我们望着这个门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一定会回来。当然我不知道明日或者后日或者明年或者再过100年再过200年，我不知道。但是我望着这个门的时候，这个图腾的时候，我就知道耶稣一定会回来。今天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同样我们望到这个门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想？第一个门只不过让你记住耶稣会回来，但实际上耶稣回来不回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有一班人，有一班的人，他们是没有忘记到耶稣吩咐他们要去传福音。因为没有人忘记这件事，每个人都会去传福音。以事者这件事一直直到2000多年之后，今天我们仍然相信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弟兄姊妹，如果再没有人传福音，再没有人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快脆真的真的历史变成入了博物馆了。唯有我们要继续做，继续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的盼望，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所祈求的东西一定会发生。是吗？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真的最重要。传福音就是我们去预备主再来最好最好的证明。传福音是我们预备主来的时候最好最好的行动。哈利路亚，是吗？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没错，盼望不至于羞耻。原来盼望，他说不至于羞耻，原来盼望是会叫人羞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都会说，是不是？哇，教会牧师，你这么有信心？耶稣都没回来，那就算了，很无奈说，我有盼望嘛，真的有盼望。耶稣盼望多久？一年、两年、一世、两世、一千年、二千年，耶稣都没回来。一时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真的，如果是作为其他，即不是基督徒的话，真的觉得很羞耻。我们好像吹件事，吹水，吹到大家都不信，作为笑话。有没有相信？有没有见过？有些人真的当笑话，耶稣回来。耶稣回来，当笑话那么笑。但是这里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没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怎样不至于羞耻？不是人家说什么，不是人家说什么，人家说这样那样，人家笑，哎呀，算了，不要再说了。有时候我们有些事都会的，不要说耶稣回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的。哎呀，想做的时候，哎，不得，不得，不得的时候很坚持，哇，为什么不得的？跟住又唔得，唔再唔得，最后唉，算啦，唉，谂等阵先啦，搞掂咗佢先啦。但喺基督里边冇啊！我哋嘅无奈感，我哋好似被动感、无奈感，呢件事情会唔会发生？会唔会出现嘅？但喺主里边唔会，因为呢度话咩啊？因为所赐给我哋嘅圣灵会将神嘅爱。哈利路亚！呢段经文讲到三样嘢，其实讲三样嘢都系从信一开始嘅时候好细嘅信心，即系呢个诶弟兄，诶信唔信耶稣啊？弟兄，唉，你相信耶稣系神嘅儿子吗？你相信佢从死里复活吗？
從一個好小嘅信心開始而有。呢個好小嘅信心會令我哋生出更大嘅信心。呢個好小嘅信心令到我哋會生出更大嘅盼望。呢個信心，呢個好小嘅信心令我哋會生出更大嘅愛心。就好似聖靈話：我聖靈喺佢身上將神嘅愛澆灌在我哋嘅身上，在我哋嘅心裏邊。耶稣基督会回来，其他人可能不相信，其他人可能跟你说没有什么事发生，其他人可能告诉你，你说东西，你吹水，不过你会知道，因为神的爱在你的里面。 Amen， 神的爱在你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句说话的时候，耶稣会再回来，我们不会觉得羞耻。我不知道你，我不会觉得羞耻。尽管我可能等一代，等到我老了，我仍然盼望着，盼望着从天上降临，从天上的家乡，我仍然盼望着一代母，两代，三代，我不知道还要等多少代，我不会觉得羞耻，因为神的爱已经在我的心里面。哈利路亚，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说最重要的是爱呢？因为爱 是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每日的生活。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想说最后最后的时候，在启示录22章最后那几那节里面，当时约翰施洗约翰写完之后，他就说证明这件事的曾经讲过，就是证明这件事的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就是他证明这件事的，证明这件事会发生的主耶稣，他讲过，他会讲过，我必快来。 Amen， 我必快来。很多时主证明而已，主讲而已，关我什么事？但是你知道，跟着约翰他继续写下去，阿门，哈利路亚，阿门。跟着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证明这件事，他已经证明他会回来的了。当时约翰已经老到死了，当时约翰已经老到见棺材了，但他仍然坚持相信主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盼望？我们有没有这种坚持？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爱心？我们有没有这种的信心？愿意神真的祝福我们。不如我们低头祈祷。父啊，我们感谢你，你说在圣经里面你必快来。父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这句说话，以致我们可以说话，主啊，我愿你来。但我不知道几时，也都不知道哪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时间里面我需要预备。我的预备并不是去到耶路撒冷住，我的预备并不是变卖所有躲在家里里面，我的预备就是要传讲福音。我的预备就要好像五个童女一样，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把恩赐放在器皿的里面，把你的恩膏放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可以去出去服侍，以致我们出去传讲你的福音。主，我赞美你。是啊，我们不知道香港会发生什么事，更加不清楚真的下一个时间段里面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美国和中国发生很多的争执，更不知道香港会变为怎样。但我相信一件事，就是我站在你那边，你不需要站在我那边。万军的耶和华是我要站在你身边，我要听你的声音，听你所说的一切去做。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你在天上为我们保存存留着一切我们的家乡。主，我多谢你，愿意你将这些话语一句一句地打在我们心的里面，愿意你将这些话语一句一句地印在我们心板当中。主啊，最后我求你再来，求你再来，我是这样祷告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